哦，中文，淡定。对啊，这种输入法，这种输入法，OK，好，消失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早安，今天只有我跟繁星对两啊，个好人，可怜哦。对啊，其他人都没开台，不对，都在玩别的。不用回家过年吗？我在顾家，我回家啦。然后这边是我私下扩增的新的元素。没错，我们现在可以种更多不一样元素了。嗯哦。刚刚有迟到吗？没有。然后我自己私下的时候又挂了一下子。我们现在的下级元素有7万个，基本上用不完了。只缺那个活化水晶了啊！气死了！真的就缺这个活化水晶的碎片。如哎果呦，这个可以多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更。做种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啊！还有我在测试的时候发现啊，其实弓的箭矢上面附上那离魂钉的话，一样可以打到碎片。所以我现在做了一把新的弓，那这把弓的射速比我之前做的那个弩的射速更快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练这把武器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哈基在家开过年台，有啊，我看到啊。对啊，有看到，他弟在后面啊。在后面玩狗，好啦，练到5万，我再离开这里。练到5万，哦，你还在挖矿啊？没吗？再打怪。打怪，啊 no。感谢，恭喜发财！感谢福袋，稍微先整理一下，等一下要去哈基家的地下室去练功，然后我应该要先把我的头盔稍微改造一下，因为。啊，那边有点暗，我想把我的 Tinker 头盔加上夜视效果。我也准备要加了。其实它可以加，它是要用，好像要到酿造台是不是？不用吧？看好像是要什么，夜视，头部的夜视，这个怎么做啊？我怎么记得好像要。用到应东该西要，啊，哦，夜视，哦，对，要酿造，夜视药水，要金对骨萝卜。啊，看看，所以我先有炼丹做酿造台，你有家我有有一个啊？炼丹，我家有酿造台哦，你叫酿造台，那就直接去你家用就好啦。啊。啊，他在地狱门后面。看一下哦。安安，那你等下带一下精力跟萝卜过去呗。精力哦，萝卜我有吗？家也有啊。我记得我好像有打到，有我2根萝卜，稍微种一下。竟然有附魔术，有夜视的，夜视的附魔书，对啊，特别哦。好玩。今天要做什么？练武器，练我，快捷键栏上面第二把的武器。同时在线有谁？就我跟鱼儿而已了。对啊，今天就只有我们两个。超可怜，
可怜，没人要来。不对，大家都在玩他自己的东西。为什么防御第二排了？因为我的装备升级了。今天陨月就是中了很多这个水晶，我就拿来升级它，所以加了这个，就变这么多了。所以打到我的人要更小心。怕，真五万了吗？的怕。哦，再一只就五万。音乐在哪直播？哦，No No Life。我在 Nolo Life 已经直播哦，快半多久年了啊？了哦。对。这些啊，离开，先看，去哈基家玩一下。也是，金胡萝卜需要先做出基础的，啊，对，然后这里，感谢福袋。金胡萝卜打火机夜视药水3分钟，算了，夜视药水是不是还要地狱疙瘩？我家也有啊，我家都有。好，那直接去你家弄了。哎，这秀啊，游戏声音有点大声，关小一点。翻箱倒柜，这里不是，这里有了，胡萝卜我有了，经历。金粒，金粒偷偷拿一颗。颗好像不够，要2颗。天哪，这边有精力了。呢？最上哦，你面这那一边排，也有。对啊，我要去哈基加一下，我要去把这些达到的装备变成精力。哦，你去烧。2个。好用，大家超好用。的声音，猪年行大运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地狱门前面吗？还是地狱门后面有酿造台？后面啊，哇，你还有暗房哦！不知道放哪里呀、啊？虚弱飞溅药水，对，我要。玻璃瓶，啊，箱子有很多玻璃啊，下面有水，玻璃瓶，哦，有了，看到了，洗一洗就好了。衣服拿去洗一洗，就变成精力跟体力了。洗一二三，新年快乐！等一下，哈基加哦，应该这样拿哦，聪明。我也学哈基好了，还是把那个经验的直接放在下面，要的时候再点下面右键就好了。好像蛮方便的。对啊，对，你看，我昨天关台之后，整地整到半夜4点 那一块大平原。的成果。看，还有我的下巴这个，它的远眺效果是什么？什么？好像就是那个啊。哎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说鞋子的那个对不对？不是头看。部的。哦，是。那个 Optifine 那个暗吸会放大，你看，神奇吧？漂亮哦！需要一颗铁锭，一颗铁锭，
做成打火机。嗯，看看哦。跳，我播有了，夜视有了，打火机有了，好，我就回去做基础的眼镜。好。回家。没练粉怎么酿造？繁星那个酿造塔已经放炼粉，已经有能量啦、啊。对啊，已经有充电了。对啊，它那个已经有能量了，它能量还没干之前都可以一直用啊。不对称啊，拜托。能这样就很了不起了好吗？我不是开创造，而且我一个人而已、欸。哎、欸，慢慢弄，没了没了。好玩，这个还插线，线，线有了，看到几点？十点吧。好啊，如果你们一直问，就十点准时关；如果没有一直问，就有可能会加开。那刚来的人就，欸、请问。嘿、oh. hey, 那就没办法咯，那就休息哦。这样放进去吗？真怪量有点少，你说这边吗？超多好吗？可能都聚集在哈基家楼下吧。嗯，然后的村民其实早上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嗯坏那个栅栏坏掉一些，然后村民跑掉一些。哦，这些是我最后仅存的，就拿来繁殖。是哦，那然后黑心商人跟他交易过之后，他会丢那个隐形药水。会丢隐形药水？对，他自己躲起来，不让我找到他。哇哈哈！把我钱骗走，这样子。骗走还会躲起来，好聪明哦。然后就一直想办法在挥，就看到会有那种粒子效果，我就在找他。哎、欸，伸出这个，看一下你干嘛的？夜视焦，真铁柱。三，哦，这样，这样能做吗？有吗？哦，有，也快，升级版本的，这样子应该就能强化我的装备了。啊，有啦，有什么？夜视能力的头盔，要按什么？我忘记了。C 还是 M 啊？我看一下它，应该有个启动键吧？就有个启动键。有，每个部位都有。嗯，等下这样看不到。尺寸这里，这样才看得到。我等我拿到红包要多给抖给佛系，你要有办法抖啊，你的红包又不是线上提款的是不是？对啊对啊，接下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，更好，真的留着自己用啊。装备，感谢樱花的小恐龙，记得斗内超过450钻的话，联络管理员进入 DC 群哦。欸，自己主动联络哦。欸，主动点啦、哦，不然不要说别人，不然没有，不要说别人都不邀请你哦，自己主动去联络哦，自己主动点。
自己的机会自己把握。对啊。哎、欸、小，哦这边知道改水力发电。啊，找到，诶，头盔它没设定，一开始是无设，没有设定哦。哪一个快捷键啊？这样。它是没有设定，然后在快捷键底下。